是给我买金项链还是给我买手机？买啥都没关系，主要是你的心意，不管你送给我啥，我心里都欢喜。老婆我最爱你，你长得最美丽，要不然你这场陷阱给我也可以。老公你是个厚脸皮，我瞎眼才嫁你，人家过节都是男的给女的送礼，你要想要礼也不是不可以，这个帽子我刚买的现在送给你。抖音